就是很多粤语歌曲，当时每周都盼着那个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的节目一周只有一次，看一遍不够，然后我每周都买广播电视报，我得知道这节目什么时候重播，找出来我喜欢的，我准备把它录下来。当时我买不起那种双卡录音机，我经常准备一个空白磁带，去我邻居家录，我邻居跟我家只有1米的路程，我一个立定跳远就过去了啊。我从初中开始学吉他，每次弹到跟磁带里一样的时候就特别开心。然后呢，一下课的时候，几个男同学就三三两两，经常我们家成为一个小据点。然后他们去我家，听我弹琴了，吃点花生米什么的。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很，当时很快乐啊。今夜里繁星点点，浮云淡淡，月半弯。我最初被这首歌吸引，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。这首歌旋律太优美了，国语歌词写的也很好，写出了一个年轻人在弯月之下思念惆怅的心情。这种少年的惆怅是一种很美好的写意。你看那些电影，《美国往事》啊，包括《阳光灿烂日子》，少年的一切都很美，所有的欢笑、泪水、冲动。最终都变成一种美好的回忆了，所以我想传达一种永恒。听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你是少年；当这首歌曲来临的时候，那瞬间你永远是少年。它会将某一个人的心境、某一个人的阶段，永远定格，停留在那样的一个音乐的岁月当中。昨夜的南风轻轻，星月弯弯，有人徘徊深夜，愁绪驱不散。如醉如醒，那午夜的梦，渐渐离我走远。今夜的繁星点点，浮云淡淡，有人追寻往日回忆悲欢，是苦是甜，那逝去的爱一去不返，总是忘不了他深情款。歌。
深情款款，为他编织秘密的情网，千里万里的情丝，隔夜隔不断，忘不了他身。谢谢。